哇，好香，有芝士香，但我今天好像没割好。嗯，这样，这边没割好。呜呼，成这样。但我的觉得我的芝士粒好像有点少哎。我未来三天的早餐。出门去市政拿一下我的身份证，我身份证办好了，然后再去吃一个早午餐，准确来说应该是下午餐。是的，现在已经下午两点，超热，我真的很不爱出门。我旧版上的证件上面一直印着我的身高158，然后我那天办证的时候重新量1.6米，我以为我可以血洗我1.6米的身高，结果新版的居然不易。咸香的奶油松露味，然后黄油味也很重，好好吃哦这个。它的酱汁很浓郁，就每一根面都包裹着浓浓的奶油，然后加上培根的咸香，黑松露的那种菌菇味，好好吃哦。哇哦，里面是 brownie， 有够肥的，一口就是快乐。它加热过后，里面那个 brownie 是有点流心的状态。热死我了，我每次洗完澡你看我就开始冒汗，冒汗之后脸上分泌的油脂清洁完之后你就要及时的补水。我每次等健完身回来我都会用这个 HPN 的发光水，他们家送的这个喷头贼细腻，直接喷在脸上很方便，然后它也可以拿来湿敷，就我每周会湿敷个1次到2次，每次5分钟就好，每次用完了都感觉皮肤像喝满水一样亮亮嫩嫩的。我这个真的用了好多瓶了，提亮效果真的很好，就里面的抗氧化成分纯度真的很高，对于改善脸部的暗沉真的很牛逼。像我平时到处跑或吃些甜甜油油的东西，然后熬夜剪视频，皮肤还真的蛮容易出油发黄暗沉的，用它呢就不会，早晚用它每天都感觉皮肤很有光泽。我现在对我自己素颜的状态气色很满意，它是有一点像精华水的质地，吸收的很快，所以对我一个夏天混油皮来说呢，我白天用它一个就完全够了，就很不错。毛戈平的礼盒，咚咚，哇哦，鱼子酱气垫粉底液，嘿嘿，等我过几天回厦门可以拿来试一下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他们家的蜜粉，这个是啥？哦，它就是一个这个牌子，然后可以这样立起来，看到了吗？耶，迫不及待要用这个。 Hello 各位，又到了我们深夜做面包的时候，今天打算挑战一个我没做过的。我为什么不用菜刀啊？算了，
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好像是这样子。怎么觉得有点丑？叮咚！你们觉得有成功吗？我的碱水贝骨。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是因为我家全麦粉的关系吗？好像大肠啊。Hello， 同志们，又是美好的十二点。叮咚，我点了二派克。老娘的宵夜炸鸡可乐，干杯。我正在看墨云烟。那我们先来一口炸鸡。炸鸡什么时候最好吃？就是深夜的时候。嗯，二派克呢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台湾炸鸡。前几年我觉得是纪光香香鸡，但现在纪光已经排不上名了，最好吃的是它。嗯，它皮超脆的，鸡腿超嫩，牧场酱，哦呀嘿，我喜欢。嗯，啊，一个人住真的是想怎样就怎样，这种快乐的生活，希望我可以一辈子保持。它真的超好吃。一定要加梅子粉跟辣椒粉。其实我觉得他爸爸对他挺好的。墨鱼丸，嗯，人家好像是这样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没错。叮咚，但是他为什么还是没有花纹呢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这次的整形手法是非常正确的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两点了，不想再做了，因为本身对碱水类的东西都没有很有兴趣。但它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它没有花纹 ？Why？ 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写安座啊。小米安嘞，他为什么没有 ？Hello， 早上好，同志们。试一下酱，我觉得那个酱应该还是不错的。它真的很丑哎，我该怎么吃它？我是不是要切一下？哇，意外很好吃。我洋葱泡过，所以它一点都不辣。天哪，我居然可以生吃洋葱了耶！
然后我是用希腊酸奶跟奶酪一起做的酱，然后里面还有培根，那个培根是很炸的焦焦的，配那个洋葱超好吃，就是长得很丑。我酸奶加太多了，最后一口它吃的真的很狼狈，但是好吃的。好吃但太丑了。叮咚，我刚运动回来，我正在吃我的酸奶，是这个，然后还有蓝莓。超好吃，我发现我吃这个我也觉得好吃，我吃白人饭我也觉得好吃，我吃炸鸡我也觉得好吃，只有什么让我觉得不好吃呢？就那该死的慢死肥。天做碱水贝果，剩下的葱，所以打算做葱油面。觉得它不够熟啊，我都已经煮了六分半了，不敢不进去当温泉蛋。打扫冰箱，叮咚，我的晚餐葱油面，哇哦，我的葱油拌面没有老抽，我决定我明天要出门去买一瓶老抽。嗯，葱油面就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，简简单单葱酱油跟糖就可以发挥出如此的美味。嗯嗯，真的好吃，鸡蛋我煮了六分半，我觉得我们家鸡蛋我可能下次要煮七分的比较适合。这个葱白也好好吃哦。决定要加一勺辣椒油啊，虽然我觉得加了之后它可能会破坏我美好的葱油，可是我想吃辣的怎么办？啦啦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嗯，更香了。如果下次做葱油的时候加一勺辣椒油也是可以的吧。人生就应该越挫越勇。好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叮咚，给我信心，给我信心，给我信心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卷。呀哈，咋啦？哇哦！叮咚。长这样，啦啦，嘿嘿嘿。
巴擦巴擦，嘿嘿嘿嘿嘿嘿。不是吗？我最近很喜欢看他吃那个宽大。外国人吃中餐很奇怪，虽然不正宗，但看上去很好吃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半夜很饿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刷到就是别人在吃那个酱多多，或者是别人在吃什么火鸡面、什么炸酱面之类的？然后呢，你看的时候你就很饿，你就很想要下单，对不对？然后冲动，你就一下子就下单那个什么酱多多或者什么面、什么有七没八的，就是无微不至。然后到你第二天睡醒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自己的订单里有个东西发货了。你看到那一瞬间，你就会觉得说他发什么货啊，我又不想吃，有没有？所以我现在学乖了，我现在看到什么东西超想买，我就完全不会想买，因为我知道我明天睡醒我就不想吃。真的很想要吃炸鸡，我最近的乐趣就是看老外吃炸鸡。Hello， 我刚收拾房间，发现了3斤的钢镚儿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去银行把它换掉，买汉堡吃耶。下雨，才换了130块，然后一堆港币，没有办法识别。没关系，也够我买汉堡了。顺便去拿个快递。最近出了一个那个热香饼枫糖的猪柳蛋在早餐卖，我本来想去试的，但是吃过人都说甜到齁，我就觉得说那还是算了吧，我不喜欢吃那种很甜的。今天整个阴天，每天都下雨，烦死了。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？Hello， 又到了我们剪视频的时候了。明天老娘就要回厦门了，因为我要看演唱会。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